做了他妈上午才去办事，一个人工半年就账户了，一个人工一年4万块钱吧，那量很大呀，三年，那个工的量很大。你24小时做呢，还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24小时做的话，可以了，2年也省出来，2年也可以。你看现在他妈一个月他妈的拿个200-300块钱一个月的来养。拍照啊，禁止拍照。